来啊，看吧，把这个网理好，抖一抖啊，对折这么一抓，把网提起来，圆盘放平啊，把咱们这个链条把它分开分均匀啊。好，往下一抓，左手抓着网啊，右手抓着盘，撒网的话呢，来往前推，往后摆，一转啊，这么一转它就开了啊。打这种小河的话呢，用咱们手上这个三米高的网啊，刚刚好啊。你太大吧，你也扔不出去啊，是不是？太小吧，你撒开没有面积啊。三米的网整整好啊。来，这个网的话呢，到底啊，咱们就需要往回收啊，不需要沉很久啊。来，看看咱们的网啊有没有鱼啊？哎，有了，我看到放了个白花了。哎，小爆了一下。哎，看看。十多条啊，也就是十条八条吧，是不是？十多条，行，就在这里就可以。啊，一提一抖啊，放鱼那也好放。对，这种网的话，放鱼还比传统网啊放的快多了啊。啊，这话这鱼。看看这一网、啊、会不会有鱼啊？这小河沟里面，我估摸着那个白条不少。前面的水面上面还有很多鱼的有水花啊。看看这一网、啊、行不行啊？有鱼没有？有！哎，爆了爆了！小爆用，还有一条大鲫鱼嘞！哎，还有大鲫鱼，这条大鲫鱼不错啊。行，不错啊。看这鲫鱼，看收获还行，好的啊。那么看看怎么放鱼啊？放鱼的话呢，咱们把这个网头提起来啊，把这个拉线啊往里面放，链条往底下放啊，换个手啊，再提起来往下一松啊，抖一抖啊。鱼的话基本上抖出来了，网的话也理好了啊。要白条有白条，要鲫鱼有鲫鱼。看了，那这一网啊，那边一网啊，看。